今生居於你裏面，喺你裏面享受你。我一生今生居於你裏面，唯有你永遠也在我面。用一生熱切呼喚救主至近面，直到大再見你天面。全心全意爱慕你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帮助我哋委身俾你，我哋越系委身俾你，我哋生命越系发挥。保罗话：佢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嘅不再系佢，乃系基督喺佢里面活着。基督話：我活著就係基督，死了就有益處。呢首歌英文歌咧就係咩意思啊 ？Christ in me is to live。當基督喺我裏面嘅時候咧，我就活著；當我死嘅時候咧，就有益處啦。當我活著係基督，當我整個生命都係活著係基督。我哋每一個同耶穌去講啊，耶穌，我哋願意將我哋生命交喺你嘅手中。耶穌，我生命係你嘅，求你使用。求你帮助我哋，唔好为自己而活。耶稣帮助我哋，睇重你，睇重你系万万王之王，万事之主。我愿将生命交俾你，耶稣，我哋愿将生命交俾你，求你使用我哋生命。耶稣，我哋有圣灵嘅能力可以祝福好多人。当我哋有圣灵嘅能力，我哋可以祝福好多人。求主你施恩。Christ in me is to live。To die is to gain.
基督在我里面就是活着了，死了就有益处。 He's my king， 是我的王，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宝剑，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主。實在太容易，我哋俾呢個世界吸引。耶穌，你幫助我哋，將生命俾耶穌咧。主耶穌，我將我生命俾你。真係深信呢個世界非我家，
个时候咧，大家安静嘅听我讲呢首诗歌个来源。呢个诗歌咧，原来系一啲以前咧喺美国嘅黑人所写嘅。因为嗰时佢哋做奴隶咧系好辛苦啊。当时佢哋起初时，佢哋信耶稣咧，系啲主人唔中意，因为当佢信耶稣之后咧，就好似佢哋弟兄姊妹，就好似要对待佢哋要公平一啲啊。嗰啲黑人当时佢哋受好多苦，佢呢首歌咧讲到呢个世界唔系我屋企，我停留喺度好似客旅，因为当佢哋尤其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咧，系好辛苦啊，做得好辛苦，因为嗰啲主人成日叫佢做一啲好难做嘅嘢，并且好容易会惩罚佢哋，所以佢有时真系好容易会好易放低呢个世界，佢真系觉得呢个世界唔值得贪恋。佢讲到咧，有一日去到天堂嘅时候，天门为我大开，天使嚟到欢迎我。主耶稣帮助我哋，虽然我哋唔系好似佢咁困难，但系有佢呢种心态。其实呢个世界，当我哋贪恋嘅时候，我哋发觉好多地方令我哋失望。当我哋越贪恋嘅时候，我哋唔系得到更多，系反而得到更少。帮助我哋睇到呢个世界只系短暂嘅，好短暂，好短暂就要过去噶。耶稣帮助我哋睇到你嘅恩典，我哋就话我哋唔再贪恋呢个世界，我哋就系爱你。我哋将生命俾你，你反而更加祝福我哋，叫我哋更加享受生命，叫我哋更加有丰盛嘅生命。这世界非我家，这世界非我家。
贪爱呢个世界，呢个世界一切都要降俾你。耶稣，呢个世界一切都要降俾你。哈利路亚，求你帮助我哋被你嘅爱所吸引。叫我哋被你嘅爱吸引，因为深信耶稣就喺眼前，耶稣就喺度。我哋就喺神面前，神啊，我哋被你嘅爱吸引。Thank you.
多時我哋唔覺得咁大件事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哋諗到，真係每一樣你喺我哋身上做嘅都係最美好嘅。你做嘅每一樣嘢都係最美好，我要全心感激你，我哋全心感激讚美你，我哋全心感激讚美耶穌。放下所有重擔煩惱。哈利路亞！